开始。我是实验十三届社长呵呵。好，我是事业十三届副社，我是大猩猩。你是不是瘦了？有吗？他社长说我要胖。好开心哦！哇！阿毛老爸，我是十三届的活动长 CK。CK 对，高级。嗨，阿毛老爸，我是事业十三届活动老肖。老肖，嗯。嗨，阿毛老爸，我是事业十三届公关长康康。康康。阿王老爸好，我是池野十三届总气长酒窝。酒窝没有啊？有。我的比较深。阿王老爸好，我是池野十三届总气马吉。马吉。嗨，阿王老爸，我是第十三届美宣长阿婆。哦、阿婆。阿婆。两个都可以啊。阿婆。阿婆。阿婆。哦，好。阿婆。阿王老爸，我是。阿姐是三姐，阿姐，美宣咖喱，咖喱，嗯 ，OK。嗨，我老爸，我是十三届美宣大飞。为什么你越讲越小声？害我也很紧张。好，大飞。嗨，我老爸，我是七月十三届文书长日安。啊？日安。日安，早安的日安吗？对。日安你好。对，日安之光是你家的吗？嗨，阿毛老爸，我是四月十三届教学长红牛。红牛。对。为什么不是？为什么是红牛？瑞布吗？不是。好 ，OK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届二届社长阿毛。耶。没了。所以结束吗？对，结束。我按掉吗？对，然后他自我介绍，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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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这样，声音很大。来来。好，我是七八这人社长，我是温柔婉约的猛男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池野七届公关长。便秘黄，哎，不要再后退了！哎呦，这个没有那个修图，这样不行。我是酒店总经理小 B。